台独顽固分子吴钊燮窜访斯洛伐克、捷克等地，他和他背后的民进党当局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妄图在国际上制造出所谓“一中一台”的假象。今年以来，获得第二任任期的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在台独这条绝路上呈现出的是一种狂妄的冒进态度，特别是在这个月，从蔡英文本人的双十讲话，再到吴钊燮的欧洲窜访，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对于两岸关系的破坏。 前所未有民进党当局为什么执意要不断的破坏两岸关系？因为在民进党的认知中，只有不断的操弄台独，才能够顽抗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主流势头；只有两岸关系不断被破坏，才能让本不入流的民进党不被边缘化。看似民进党当局乃至蔡英文至今依然在一些岛内的民调数据中有着过半的支持度，但是。 这一切都只是在不断的人为创造出的政治议题刺激下的虚假声量。民进党当局在台独上的一再爆冲，只是为了延续其政治生命而饮鸩止渴。两岸相向交融，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台独顽固分子吴钊燮的这次窜访，是民进党当局和美国主子的又一次荒唐场合。五十年前，美国人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图谋被世界人民挫败了。如今，美国人又拉起了民进党当局再演闹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不是政治议题，是务实议题。”操弄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议题，当然是一个政治议题，只不过。 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个务实议题。这美国人可是真务实，他们很务实的把台湾问题当作是牵制中国发展的筹码。就是那一句话，让台湾成为难敲开的坚果。不论是美国总统拜登此前为之有意或是无意的说出对于台湾承诺防卫的表态，还是美国与台湾方面进行的线上会议所抛出的让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亦或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的若干说辞，这些都是美国出于自身的目的，在十月二十五号这个时间节点上营造出的新一轮所谓“抗中保台”的声势。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在国际社会有着广泛共识。无招燮之流的窜访以及美国人的操弄，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步伐，更改变不了世界发展的必然格局。